你前女友结婚了？我前女友？哪个呀？江苏的呀。江苏哪个城市啊？咱们江苏13个城市呢。你江苏宜兴的。哦，这就清楚多了呀。那宜兴哪里的呀？宜春街道的。啊，宜春街道的，东边还西边的？狗眼你啊，西边那个。啊，我早知道，早上就刷到了。他不是找了个那个富二代吗？挺好的。啊，找富二代幸福吗？哎，总比找我强呀，不然哪轮到你呢？别人都说你们艺术家都很花钱，是真的吗？你说呢？哎呀，你一见确实挺花的啊。啊。世界各地都有女朋友，但现在连 KTV 都去呢，酒吧都去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去年个家都带着我好儿子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找妹子需要两个条件，哪两条件？时间，还有一样是金钱。我正好两样都没有，钱多了呢可以砸，时间多了呢可以舔。要不我给你放放假，我跟儿子出去几天呢？那我得抓紧时间休息，充充电。你昨天不是拍段子说了吗？说啥呀？你说的啥？一般人跟你结婚活不过三天。你这也行？我怎么不信呢？你这个胳膊的这个肌肉量啊，比别人这个大腿还要粗呢。也对啊，我总觉得那些40-50岁的男粉丝发私信给我，就是像挖墙脚的嘛，对吧？就是不懂社会的疾苦，我跟你说。老公，现在就不开玩笑了啊！你觉得你去年我就嫁了个富二代幸福吗？我觉得挺幸福的，他应该，因为人家追求的就这个东西啊，是吧？对啊，我没有啊，没有办法呀。那他就不愿意跟你一起整是吧？不是，人家没有这个挣钱的习惯，就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。那你看呀，我就愿意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，万一有一天你到40-50岁啊，就我60岁，你也想去挖墙脚，就是挖别人的墙，那会儿挖不动了。你听我说呢啊，嗯，你就可以去挖，但是你把所有的钱，包括儿子还有将来的那个孩子，我们肯定要生的啊，你都留给我，包括什么房子车子，你就拿一个手机就可以走啊，知道吧？就你试一下那个弯墙角的那个女的，就是还是不是女的，反正就她愿不愿意，要是你啥都没有，她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？因为你毕竟你到时候已经会50-60岁了，是吧？嗯，可能会有点出息啊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看你的那个本事啊，你的身体啊，是吧？估计那时候也舔不动了，当舔狗。没关系，现在这个医学发达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这是对我们人类的科技有信心啊。对呀，所以呀，你就要注意的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提醒了你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毕竟现在就是来挖墙脚的，就是人特别多。你看我理都不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你这个私信啊，我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40-50岁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女的会有那个更年期，对不对、啊？男的也会有的，但是他们就是想去找那个什么新鲜的那种，就不是二手的啊、哦，还是几手的就不说了啊。你这也不是新鲜的呀。也是啊，这个功力套了多少，我们也不说，对不对？我这哎，进口二手车，进口二手车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要我不管你以后要是想找呢，不管是这个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把所有的家里那个财产是吧，都留在家里，包括你的话啊，看看是不是真爱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但是我也要表扬你。你看我们结婚之后你就不出去啊，不出去玩，连酒和烟都不抽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所以我真的要表扬你啊。嗯，你这个做的特别好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对，我就像妈妈那些就天天评论区就是非常什么正儿八经的正经的啊，评论区非常的正直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私信发的都是要卖我的穿过的袜子还有别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恶心坏了呀。就是呀，我们还能再猥琐一点吗？就是我们这个是什么，这是生活，对不对？
对？也不要什么家长呀，装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，艺术家其实他倒不是完全是因为他比较骚，我们这个人啊都比较直，就是干这一行的，对吧？骚也很骚的啊，哎，不让的啊，哎，谁不喜欢呢？你说呢？有人不喜欢，有的人表面上一定要装得很正经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不管别人啊，我这会代表我自己，我非常喜欢。你这个弄了半天，这个包给谁啊？这玩意儿？当然是儿子，他不是说了吗？好吃不如饺子，好玩不如妈妈。给他做个饺子去接他。